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隐藏关卡。然后这个隐藏关卡呢，据说是要按某个地方才可以解锁，要不然其实一开始大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启。它就是新岩溪的木属性的那一只的关卡，然后这一半好像就可以打了。然后我们要按这个体力回复机这边，就中间这个风头下面这个 event 有没有 ？event 下面这一栏这个那。点他们是说点六下，我们来试试看，点六下，六下哦，会不会出现呢？好，原本没有吗？好，没有副本，然后点六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个解锁太酷了吧！特别关卡已经解锁，前往挑战关卡吧。然后就是这个，这也是双周副本啊。这不讲谁知道啊？哪边我也是看别人提供消息我才知道的。对啊，这也是双周副本嘛？有公告吗？看一下，我是别人告诉我的，要不然我查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。应该是影片应该会讲吧？但其实我没有看这影片。你是谁？好啦，好，就这样分享给大家。然后眼球，大家继续去打啊！这边有写啦，这边应该有写。啊，有关条件在官方平台上发放。好了，它其实双重副本。好了，那喜欢这集，欢迎到我的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即可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了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